昨日，六峰山案件犯罪嫌疑人张东升已被警方拘捕。据悉，嫌犯张东升曾是一名少年宫代课老师，平日为人温和，备受家长好评。
却因一己私欲残忍杀死多名受害者。具体案情警方将在进一步调查后公布，本台将持续为您跟踪报道。周朝阳，你终究还是变成了我。你害怕什么？我帮了你，你应该好好感谢我才对。你不是一直都很讨厌这个家吗？妈妈管束你，爸爸抛弃你，你王瑶阿姨和妹妹还合伙欺负你，根本没有人在意你的感受，他们只会利用你，欺骗你。啊，对了，还有颜良和普普，你的好朋友。我曾经和你说过，相信别人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隐秘的角落，你和我也不例外。你这样对老师说话可真是太没有礼貌了。那些瞧不起我的人，知道我秘密的人，已经都被我杀了，包括你的家人和朋友们。你想见他们吗？只可惜他们全都死了，现在轮到你了。
我的人生全都被你们毁了，你们也要为此付出代价。朝阳，你起来了。今天是放暑假的第一天，学习一样不能松懈，知道吗？现在你的同学们都在悄悄使劲儿呢，你可不能落了下风。假期到了，景区最近特别忙，妈妈不能天天在家陪你，你也要自觉，别光想着玩。好了，快去洗漱吧，妈给你准备好了早饭。朝阳，去哪儿呢？卫生间不在那边。朝阳，别磨蹭了，快去洗漱吧。朝阳，照顾好你是妈妈的责任。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妈妈才会一辈子陪着你，对你好。朝阳，吃了饭再去学习吧。
和你说了多少次了，外面那些油条馅饼不健康。你想吃什么就和妈妈说，妈妈给你做。妈特地给你订的牛奶，快趁热喝，多喝牛奶长得高。朝阳，在家好好学习，妈得赶紧去上班了。终于睡醒了。别怕，我只不过是一个影子，不会伤害你的。是的，不过我是最懂你的狐狸，你的小脑袋里在想些什么，我可一清二楚。比如你刚刚就在想看会儿电视，对不对？可是你又怕妈妈发现了会生气。好吧好吧，你没有。不过今天是暑假的第一天，看会儿电视放松一下，绝对不会耽误学习的，对吧？你这么聪明，一学就会，不像那个总是嫉妒你的女同学叶迟敏那样，就算熬夜学习也总是屈居你之后。对你来说，书本上那点知识太简单了。快乐是多么珍贵呀、啊！这个世界上能让你感到快乐的事并不多，按照自己真正的想法去做吧。欢迎收看早间新闻。宁州市六峰山景区发生游客因拍照而失足坠崖事故，目前警方已在当事人带领下在崖底找到了两位坠崖老人的遗骸。两位死者均为本市人，夫妻关系，本次出行由女婿张某趁休息带二老来六峰山游玩，未想到惨剧在眼前发生。肯定锁在电视柜里了，你瞅瞅。
快了，你找个小卡子抢两下就开了。洋洋，先不聊了，妈正忙着呢，又有电话打进来了。现在你该听谁的话呢？是听爸爸的去敲开柜子，还是听妈妈的回去乖乖学习，装作不知道有这个礼物呢？怎么会没关系呢？我是来帮你的呀，有了我，你就能实现你所有的愿望。没错，我知道你的愿望，我知道你最想要的。你总是这么胆小，不敢正视你自己的内心，难道你不想要快乐和自由吗？你不是一直都很喜欢这款游戏机吗？班里同学都有，你却从来没玩过。打开它，这是爸爸送的礼物，爸爸希望你能做个开心的孩子，与同学们有共同话题，有更多的朋友。按照你内心的想法去做吧，去做让你感到快乐的事情。妈妈每天上班这么辛苦，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撬开柜子玩了一天游戏机，是不是你爸教你撬的锁？你是个学生，他教你这些东西是想害死你吗？你比赛得第一名的时候他来了吗？他来了吗？还不是妈妈请假陪着你？你学校的活动家长会他什么时候参加过？既然你这么不懂事儿，那就别怪妈妈。朝阳，你要知道，妈妈才是最爱你的人，你也是妈妈的全部希望。好好听话，
妈妈不怕你犯错，妈妈愿意陪着你，直到你做对了为止。今天看起来没什么精神呐。呀，游戏机被妈妈摔坏了。要不是我，你根本都不敢撬开柜子拿到它，对不对？好了，这让你总是不给我机会把话说完，我可以让你享受快乐与自由的同时，还不会受到任何人的指责。朝阳，你怎么还待在房间里，在磨蹭什么？朝阳，你怎么才起来？饭都要凉了。我问你话呢，今天为什么起那么晚？朝阳，身体不舒服就和妈妈说，不行我就请个假在家照顾你。游戏机已经坏了，今天就别光想着玩了，做你自己该做的事儿，别再让妈妈失望了，知道吗？回答我的话，这就对了。好儿子，饭放在桌子上了，洗漱完赶紧去吃。快点洗，洗完赶紧去吃饭。
你不是说班里同学都笑话你，你一直想长高吗？听话，赶紧喝了。朝阳，放了假，功课也别落下，记得按照妈妈安排的计划表去做，做事情要有条有理。不管你的事儿，你只管在家好好学习就行。好了，妈先去上班了。欢迎收看早间新闻。宁州市六峰山景区发生游客因拍照而失足坠崖事故。你的时间被循环了。是的，这次你要不要听听我的建议？咱们今天先好好的玩一场，只要留出一点时间把作业完成就行了。这种事你不是早就得心应手了吗？你可真听话呀。不过我告诉你，光凭这样是没有办法挣脱这一切的。好了，乖小孩，你去乖乖的学习吧，我会在旁边看着你的好戏。
test your ability to understand spoken English. You will hear a selection of recorded materials, and you must answer the questions that accompany them.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you may raise your hand now, as you will not be allowed to speak once the test has started.朝阳，好久不见，你还记得我吗？遇到那些事儿之后，我们就从福利院逃了出来。一路上饥一顿饱一顿的，和流浪汉差不多。早上实在太饿了，就去加油站。朝阳，能不能让普普用一下你家电话？谢谢朝阳哥哥。喂，刘阿姨，我是月普，能让星星接个电话吗？嗨，也没什么的。早上我们在加油站饿得不行了，就拿了他们两个面包，大不了以后有钱了再还给他们。
还是等普普回来再吃吧。唉，普普的弟弟生病了，需要用很多钱做手术，我和普普为了筹钱就跑出来了。普普家里发生了很不好的事儿，父母都不在了，他在福利院里还总是被坏人欺负，我们过得都很辛苦。这事你可别跟普普提，每次我一说他准生气。朝阳，如果阿姨今天不回来的话，能不能让我们住一晚？我们实在没地方能去了。要不让普普住一晚也行，他有哮喘病，这一路上好几次发病，再加上吃不好睡不好。颜良哥，你就别为难朝阳哥哥了，我们还是走吧。朝阳哥，我永远记得那时我们一起去六峰山的快乐时光。你放心，你的秘密我也会永远替你守住的。瞧瞧，这是谁来了？最好的朋友，你有朋友吗？其实你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相信过他们，对吧？你们各自都有秘密，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毕竟人都是自私的。真是这样吗？朝阳，妈妈回来了。学习一天累了吧？妈买了鱼回来，今晚给你做鱼吃。朱朝阳，你给我过来。桌子上这两个饮料杯是怎么回事？你让谁进来了？朱朝阳，你是不是又和那两个坏小孩一起玩了？什么朋友？他们害你害的还不够吗？朱朝阳，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长记性？两年了，两年了，你什么时候才肯听话？我这么辛辛苦苦地养育你，可你的表现真是太让我失望朝阳，你是个聪明的孩子，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改过的机会，但是我的耐心有限。如果你还是这么不懂事儿，那我只好陪你一直过这一天，一次不行，就一百次，直到你做好为止。
朝阳，你是好孩子，你一直都是妈妈的好儿子，妈妈是相信你的。你这是什么话？你把妈妈当外人了是不是？妈妈知道你已经吃腻了烧麦，等过了今天，妈再给你做点别的吃。把牛奶喝光，妈妈自己都不舍得喝，别浪费了。朝阳，妈妈的话你都听进去了吧？你换个角度多为妈妈想想，你是知道应该怎么做的，对吧？你别怪妈妈，妈妈一番苦心都是为了你，为了让你有个好的未来。好孩子，妈妈期待你今天的表现。我先去上班了，妈妈爱你，朝阳。我就说过，做一个乖孩子是没有用的。看看你这一副可怜样儿。怎么，今天气得说不出话了？我知道你有多累，每天都在做违心的事，说违心的话，连做点喜欢的事都要小心翼翼的，一点不如意就会受到你妈妈的责罚。你甚至把自己催眠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乖小孩，以为迎合妈妈的期待就可以顺利地度过每一天，可你原本就不用去承受这一切。你就应该去追求你心里的渴望，做一切你想要做的事，不对吗？别可是了，你爸爸电话快打来了，去接他的电话吧。不过你真的能忍受每天都听着你爸和你说同样的话吗？你这不需要的，你想了解一下。
你想不想修好爸爸送你的游戏机？这就对了，那可是你一直想要的礼物啊。让妈妈永远也发现不了不就行了吗？她不让你玩游戏机，你偷偷玩完之后放回原位。她不让你和坏小孩玩，等他们走了之后你就抹去他们来过的痕迹。这对你来说不是很简单吗？当然了，你既成为了妈妈的乖小孩，又做了自己想做的事，简直两全其美。你是聪明的孩子，你早晚会想明白的。朝阳，好久不见，你还记得我吗？遇到那些事儿之后，我们就从福利院逃了出来。
没关系的，朝阳哥，我们总能找到地方住的。朝阳，能不能让普普用一下你家电话？谢谢朝阳哥哥。喂，刘阿姨，我是乐普，能让欣欣接个电话吗？那当然了，我们那次玩得可开心了，还得谢谢你从你爸爸那里拿来的相机。朝阳，你忘了吗？那可是我们三个人的秘密。对，就在我们一起上小白船的时候，拍下了张东升杀人的经过。朝阳，你没事吧？没事就好。自从少年宫那件事之后，你就总这样，上次还突然流鼻血。当然和我没关系了，我那天赶到的时候，你妹妹就已经浑身是血的躺在那里了。过了一会儿，我们三个人在校门口碰面，就赶紧走了。具体怎么回事，我真不知道。你弟弟怎么样了？他的病情恶化了。领养他的家人没有钱给他做手术，我很担心他。手术费需要多少钱？他们说还要30万，咱们再想想办法吧。朝阳哥，谢谢你招待我们，我们得走了。朝阳，你还记不记得自己曾经说过的话？你说过，你最后悔的事就是给他们开了门。可是再来一次，你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呀。
朝阳，今天你没给那些坏小孩开门吧？我们朝阳真棒，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变回妈妈最引以为傲的好孩子。在家学习一天了，休息会儿吧，妈妈给你买了鱼，一会儿做鱼吃。2007年7月13日，晴。漫长的一天终于过完了。瞧瞧，我说的没错吧？其实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简单，让大人看到他们想看的就行了。现在，你愿意相信我了吧？我一直沉睡在一个隐秘的角落，是你心里的声音把我唤醒了。你总是压抑自己，很久都没有开心过了。而我是来帮你的，只有听我的，按我说的做，你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快乐。我才是你真正的朋友，最了解你的人。
你会相信我的。现在好好享受新的一天吧。朝阳，妈妈单位有点急事，得早点走。早饭给你做了清炒苦瓜，放在厨房了，洗漱完记得吃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再说了，夏天吃苦瓜对身体好，乖乖把早饭吃了，别让妈妈上班还要为你操心。今天天气不好，看样子是刮台风要下雨了，没什么事就别出门了啊。今年第七号台风右岭正在登陆我国。根据省气象部门预测，右岭有可能通过宁州登陆，穿过浙州入海。从14号开始，未来几天将会为我市带来狂风暴雨，
也请公众和相关部门做好防范工作。他与我和你。